手机夹安装与使用。 Ruin SC 手机夹支持将手机安装至相机热靴，配合 Ruin App 使用智能跟随。旋转旋钮，拆下手机夹底部连接部分，安装手机夹至相机顶部，拧紧后放置手机，请将手机横向放置，并使手机摄像头与相机镜头距离最小。拧松手机夹侧边旋钮后，可调整俯仰角度，确保手机拍摄与相机拍摄画面一致。调整完毕后，拧紧旋钮，再进行平衡调节。Ruin SC 手机夹也可将手机安装在云台侧面，配合相机 WiFi 图传作为肩屏使用。将手机夹固定组件螺丝对准云台侧边 RSA 配件接口的 M4 螺丝孔，拧紧螺丝。将手机夹固定旋钮螺丝对准手机夹固定组件螺丝孔，拧紧固定旋钮。将手机夹旋转90度，拉伸支架两端，使手机稳定置于支架内。Ruin SC 手机夹也支持将手机安装至通用三脚架，使用 Ruin App 体感控制功能，通过手机姿态来实现 Ruin SC 的精准控制。将电高模块安装至通用三脚架快装版，拧紧螺丝。将 Ruin SC 手机夹主体底部螺丝对准 Ruin SC 电高模块1/4螺丝孔，拧紧旋钮，并将通用三脚架快装版安装至通用三脚架上，拉伸支架两端，使手机稳定置于支架内。